小爆头，来一个。有墨汁，有大米，这个地方是八爪鱼的牙齿啊，一定要给它挤出来，这个不能吃的。想想这个腿儿，如果说你也喜欢吃，先给个双击，直接就给一个呗，反正都双击不花钱。来个小鲍鱼，这个是八个头的哈，鲍鱼有六头的、五头的、八头的、十头、十二头的、十五头的、十八头还有二十二头的都有。这个是鲍鱼的内脏啊，这一块都是的，这是不能吃的哈。让它从哪里来回哪里去，这个是鲍鱼的嘴巴，这一块都要扯下来，回归大海。它的肉质很厚很厚实。然后来个猫眼螺，猫眼螺什么都不用去啊，苦胆肝脏这些啥也不用，浑身上下都可以吃。这个几的？这个有二两啊，二两一个。因为现在海螺很肥哟，多肥现在海螺。我咋的？我今天怎么？海螺的黄，这个是苦胆，苦胆还有鳃给它去了，然后这个地方是肝脏给它挤下来，然后这个大肉啊，沾上一点汤汁，老过瘾了，哎呦，就这个味儿。如果说你也喜欢吃海鲜，给我来个双击。